1973年正是火红的年代，一群港大刚毕业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同学会，为大家普遍关心的中国和社会事务组织研讨会和举办认中关社的活动，也为人生路向、事业前途的共同课题探讨，互相鼓励和帮助。我们不断成长，参加的毕业生越来越多，到了1976年正式注册成为大学毕业同学会，并在天后租了金殿大厦一个单位作为第一个会址。到1982年，同学会在铜锣湾宋牙大厦自治会址。到1999年，同学会正式改名为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并与母校香港大学加强更多联系。到2002年，再搬到上环德辅道西一号邻近顺德中心的会址。到2008年，亦搬到去湾仔洛克道的新会址。同学会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港大的毕业同学组织很多不同性质的活动，并且回馈大学和社会。我们举办的活动包括研讨会、专业培训、足球比赛、龙船竞赛、中国舞蹈比赛和行山远足等，让同学可以一展身手，联谊聚旧，并且认识新朋友。在过去，我们的会员在很多比赛中赢取奖牌，现在就放满了在同学会的会址里面。成立至今，同学会发展了很多不同的兴趣小组和发展项目，包括在1986年成立大学毕业同学会奖学金基金，邀请国内的学者来香港做一些有关中港发展的研究。在1987年成立香港童军229旅，为同学会的家长和子弟提供亲子童军的活动，开心愉快地训练成长。在2000年成立专业演讲会，为会员提供一个训练口才和专业演讲技巧的机会，让会员在专业和事业发展上面可以更上一层楼。在2000年亦都成立了香港大学毕业同学会教育基金，教育基金分别在2002年和2006年成立了港大毕业同学会小学和港大毕业同学会书院，为培育更多优秀的下一代贡献力量。有关这些组织和机构，我们会稍后有更详细的介绍。此外，同学会内部亦发展了很多其他小组，为不同的会员提供不同的活动和发展，例如有时事关注小组、科技小组、环境关注小组、儿童发展小组、投资小组和体育小组。时事关注小组不时举办很多研讨会，邀请政经界名人和会员商讨时事，并为政府政策提出意见。最近就回应政府的可持续人口政策、幼儿学券和数码21政策的咨询报告发表意见，亦有安排活动到珠三角和盐田港参观考察，让会员更了解当前的发展。科技发展小组亦举办很多参观活动，包括科学园、数码港、中国载人航天任务展览及美国航空母舰，让会员接触最新的科技，大开眼界。环境关注小组提高会员的环保意识，举办很多与环境以及生态保护有关的活动，例如有参观中华白海豚湿地公园、环保署废物处理厂，以及举办环保研讨会。投资小组定期举行讲座，邀请许多银行、金融界的专家和会员分析经济、股市和地产的发展，分享投资心得。体育小组举办很多有益身心的体育活动，例如有高尔夫球友谊赛、行山远足，参与运动会，并且支持香港大学队参与一年一度的渣打马拉松国际赛，为全校的教职员、学生及救生提供后勤支援服务。儿童发展小组就为会员的子弟提供很多有趣活动，例如参观农场、圣诞节联欢会、中秋节晚会等，并邀请教育专家分享教育心得，让同学会家长和小朋友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此外，每年我们都举办周年晚会，邀请校长和社会名人做嘉宾，就社会大事和大学发展分享讲话，
每年都有数以百计救生出席，并且有同学会小学的学生表演助兴，大家聚首一堂，回忆过去的大学生活和分享互相的近况。